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宇宙。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次的 VVIP 开箱。这一次的 VVIP 一等就有外星人 UFO， 还有全套的外星人衣服，重点是还有一个什么雷射枪哦。然后后面还有外星人系列的家具。跟大家说个秘密，打从天天刚出道具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会出枪了。如今真的终于等到了。但是因为我需要时间，所以才可以解锁，才可以玩得到这个枪，所以我就先来试乘一下这个 UFO， 直接在广场随机绑架路人。这一台的速度是 4.5， 重点不在于速度，而是它那个漂浮的载具，我觉得官方非常的有诚意，没有到太慢。然后我就来绑架路人一下吧。要绑架哪个好呢？嘿嘿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不要跑，赶快给我上来。哎，算了，又被吓跑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抓一只。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玩。好啦，要把它绑去哪里呢？哦，对了，不同大小的体型都有不同的动作哦，所以大家可以买来玩玩。OK， 我决定了，那就把它拿去卖鱼的地方卖吧。这台真的让我玩得非常久。走吧，走吧，就把它拿去卖呗。去找渔夫看看这只鱼多少钱。走走走，把它抓去卖掉。哎，渔夫，收吗？不收啊。好吧，那只好把它放下了。哎呀，等等啦，就让我再玩一下嘛。我觉得这次的 VVIP 真的非常值得去买，我认真觉得非常的不错。为了让大家能体验到漂浮的滋味，所以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“天天玩乐园”的游戏名。并写下抽奖密语“小宇宙外星人绑架犯”，我将会在5月6号连同金砖抽奖一同抽出一位，赠送这一次的 VVIP。未来还会继续抽奖哦，记得要订阅才能抽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